生涯和 Don 交往多年，感情是越来越甜。最近两人合体登上超人回来了，提前练习如何带娃。和会写宝宝 Zen 的见面后，看似难以亲近的 Don 十分有耐心的陪宝宝玩，连生涯都很惊讶看到了男友许多意外的另一面，一直尽全力陪孩子玩，连网友们看了都大赞，没想到他是这么细心的人，以后感觉会是个好爸爸。像是吃冰棒时，因为怕宝宝手拿着冰棒会冻到， Don 便用卫生纸包住冰棒，又温柔又细心。而两人在照顾小孩时也发生了搞笑的小插曲。吃饭啊，吃饭啊，新拜산책가고싶은가보다아까누나가신발하면은산책가고싶다고한거잖아아신발에많이놀라셨구나아니요鞋子和韩文脏话的发音相似，还不太会讲话的宝宝只是想说鞋子而已啦。